刚才已经观察过了，那里的确有重兵把守。在以往的峥嵘岁月中，每每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心中永远的 Superman 就会出现。不能和他们正面冲突，但可以减弱他们的视线、状态。 还有武器，就是说还是没有办法。起来，没事儿。那现在到底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啊？我也快没时间了。 我饿了，小白。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处理。别想把我支走啊！谁说要把你支走了？这个任务会非常的困难，你必须得听话，把它执行好。我会尽力的。我是十一仓的主事，怎么在你面前总把我当小孩？什么叫我把你当小孩啊？你本来就是个小孩。我把你当偶像。 你却总想当我爹，我当你二爹。呸！你看，叛逆期，你看，我们谁也不当你爹。这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呢，什么？休息。啊？能不能给小哥打辅助？ 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